大家好，今天来，就是一个教学嘛，虽然当时啊，就是遇到一位客户的八字啊，这客户当然这个，毕竟第一人家年龄还小，你说他客户也不好讲，只是他的婚姻肯定是不顺利的，啊，这表现在哪里呢？直接在古书上都能够找到他这样的案例的，就是怎么样的理论啊？我这本书是叫《滴天水》了，《滴天水禅位》啊，你在淘宝上都可以买。如果真的想学八字的话，这本书是必须的啊。然后这个就是他的原句呢，叫做"论夫论子要安详，七情平和妇道章，三七二德须好逾，先知一马半推翔。"啊，这个就是滴天水当中呢，他把那个神煞丙完全的摒弃掉了，完全的不用这种神煞了啊。就是说闲词，闲词是桃花嘛，桃花啦、驿马啦，他还属于用一下，其他的这个神煞根本就不去用了。然后我这个也反正就当教学了，这个他讲到了是哪一些是属于克夫的，上面都不去管啊，就是上格也论行伤又有生克之存，哎，这个我不用管啊。官星微，理财地财星，日主强，伤官重，必克夫啊。怎么官星一共有八种啊？官星为无财星，比劫旺，必欺负，就欺负嘛，欺负嘛，这个就太强势嘛。官星为无财星，日主旺，应受重，必欺负克夫。当然，学这个或者说要看这个，你必须要懂一点这个八字的理论嘛。你知道比劫是什么，对吧？应受是什么，消应是什么，这个总要知道吧？啊，这个我就当你们懂了。以后的话，我如果真的我会再出几期关于这种最基础的啊，这个属于。稍微懂点八字的人可以看看这本书啊，什么官星弱，应受多，无财星必克夫，比劫旺，应受无财，应受旺，无财星必克夫，啊，就是说比劫旺。然后这个八字呢，它是癸水啊，比劫旺，壬水、壬水、癸水、癸水，八字当中五个水，两个金，两个金为印星，一个食伤，它是应而无财，它是属于这个吧，啊，比劫旺。比劫旺而无官，啊，应受无财，没有财星，它只有食伤的必克夫，啊，所以说这个是属于一个克夫的，刚好符合这一条，所以一看到这个八字呢，我就直接断了。他一开始，他之前是来算感情的，之前我是帮他算这个是用奇门来看这个卦象，说这个感情怎么样，能不能复合的这个八字啊，然后今天他又说他可能，真的是情感比较受伤嘛，然后来问一下这个整体的八字了啊，我看了一下这个八字一看嘛，啊，属于克夫的八字了啊，本身很多了，你看这水这么多啊，比劫多，应受重，啊，应受旺，然后这个没有财星，财为火了，没有都没有，这是八字本身就是克夫的，然后呢引申又冲，凡是一个女的女命当中一个寅一个申，她就不好。啊，一入命，他的婚姻命就不好，所以说这个古书就这么讲，说婚姻他肯定很不好，他的反馈说，两段谈了两段，当然，这怎么讲呢？反正谈了两段嘛，两段都是有狗血吧，男的劈腿了，反正各种各样的分手了啊。然后今年是岁运并临的，我直接断了，今年岁运并临啊，不好啊，这个比本来是个忌神啊，表示今年必然有，这古人讲啊，不死自己死他人。你今年可能会有这个伤势啊，当然不是说你，可能家里人说的其实很委婉。然后他说了句，他说他的爷爷吧，啊是爷爷啊，外公王子了，住重症监护室啊，正在抢救，不过抢救回来了，但是随时有这个生命的危险。所以说这个古人的这种书啊，学八字的话，最好看滴天水啊，比劫旺而无官啊，应受旺而无财。啊，没有财必克夫嘛，八字就是一个克夫的八字了，啊，当然了，这个教学是教学了，真的给别人去算命的话，你说给别人克夫这个，啊，这个确实不好啊，这个，人呢，这个女生看上去感觉的也是比较的活泼的，比较可爱的那种啊，给人的感觉了，但是这个八字呢，命理它就是命理啊，它运势这么重啊，最喜欢者的就是木火之地了，喜欢我欧生孩生我欧了，相当于木生火旺，最好走木火之运了，所以它的木火之运比较好。它的早些年的运啊，就是挺一般的，挺一般的。那加上这个比肩这么重，又有点克制财为富嘛，表示克夫。那我因为我看到这状态，不像是说没有父亲的人。你父母是不是不在家？是的。啊，他说父母因为工作原因是分开了，这就是缘分比较浅了。
如果比较重的话，在一起反而就有灾祸了。这是一个八字比较符合命运这种古书上能够看得到的，所以说这个八字必然会有这样的情况啊，这个是人体教授的啊，所以怎么讲呢？啊，有些时候也很无奈啊，也很明明很活泼，也很善良，但是呢，就有这样的事情啊，命运啊，它就是命运弄人，造化弄人嘛。如果是，然后之后如果走到这个戊戌大运的话，戌土这部运的话，其实也不好啊。那个戌土相穿了，穿了这个夫妻宫，然后呢酉金，这个戊土呢又把这个一合，合了算是好事情，但是官杀又怎么旺啊？相当于水这么多用，直接用官杀来制的话，反而有灾祸。所以他的这个八字婚姻也，很难好的，很难好得了的，很难好得了。希望我能算错，我算错吧，但是，不讲了，反正就这个一回事情，就是分享一个案例嘛，也算是直接从古书当中，找到这个八字的这个术语。哎，比劫旺而无官，应旺而无财，必克夫。当然了，如果说你是从旺格的，那另讲，啊，你是从格的话，这八字偏偏不是一个从格，它不是从格，它不是从格，那就不好。好，今天分享就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啊，算是个教学吧，很简单的教学，都懂点基础的人，所以说学这个话会很快啊，看古书。